很正常好吗？很正常，直落四嘛，不是打满七场嘛。另外呢，去年刚才讲到爪队用八个投手，去年呢四个先发也都胜投，差别跟今年的差别是，去年有一场局数不够，应该是吕宝要投五局，其他三场也都优质先发。今年是什么？今年是至少投七局，最多掉两分，超优质先发。所以呢，真的不是不敢用，其他五个人是太优质了。好了，我们算数算一下了，扣掉这四位今年的这四位先发投手所有投掉的局数，这四场比赛总共只剩七局，好吧，也是个七了，总共只剩七局。七局牛棚可以再用几个人？难道每天用平均的吗？不可能。另外，四场比赛里面，对乐天有三场是差，没有超过三分，一分、两分、三分了，我都会记一二三五了。请问一下，暴力员打线，刚收嘎子嘞啊？剩下那七局，或者是前面还要轮，不可能哦。所以我觉得这个吼，讲白了啦，有点吹毛求疵了，已经找不到什么可以酸转。二连霸，直落四，实在想破头想不到啊！知道哎，找人你不敢用的，你就是不敢用那几个人的，辛苦了，好不好？要酸，跟我联络一下，我可以找到更好不好？更打到痛处，没有啦，我也找不到，我找不到，不要害我，不要害我。好，那第二张图啊，当然就来讲一下这个，这个2010年。真的只有兄弟才能超越兄弟。我们想到哇，用七个投手就很吓人，没有想到兄弟像2010年直落四打败阿牛，总共居然只用三洋投。祝您旅那途我简愉单快。图卡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大家这个老球迷可能还有靠印象，可左。能年轻球迷想说啊，一个台湾大赛直落四只用三个投手，对，靠真的左。只用三个投手。第一站麦格伦先发投七又三分之二局。罗曼后援一又三分之一局完成第一场，接下来三场很好记，就是三场完投，其中还有一场是完没崩，事，就这我样会再子计算一结条束新的啦，路线。就这样子结束了。乌龙拿铁说投手用的少不好吗？代表投对啊，没错啦。其实所以基本上这个哦，待会虽然这个用三投手是很极端的状况，但是你把它跟去年跟今年比，它都有一些共同点，都有靠共同点。右，好，然那后第二使站是用卡斯右蒂，边的卡出斯蒂我口。记得是胖胖的嘛，胖胖好像一个左投，对不对？如果有记错，拍谁？我们抓你，定不掉使瓜后，用他右玩边投的九。出口。第三站，第一站后援的罗曼又出来做先发，就害玩投玩疯。然后呢，第四站麦格伦又出来投，又玩投。那关键是我挂号里面写的，关键是这有时候有天时地利人和，怎么可能第四站他又能玩投？因为第三站到第四站，我记得第三站打完也是礼拜二嘛，对，没错，礼拜二，靠原本右，礼拜三就要然打后第使四站，用右边结的果出呢，口。嘿嘿，下雨，地点我还记得，新庄，使用右边的出麦口。格伦多休三天，然后延了三天之后，他才投第四站，所以你说这个东西有没有一些，你说时空环境会再有这样的状况，很难啊，很难。另外呢，这两次大大的巧合，这也是我今天做功课突然发现，这个今年是跟乐天四场比赛的分数差距是一分、两分、三分、靠五右，分，然二后零使一零用年的右直边落的出四口。也是一分、两分、三分、五分。那我除了把这个巧合跟大家讲使之用外，右边还的有出一个口。关键中的关键，我一讲大家绝对通了。分数太接近也很难换头，老象迷应该都还你没有嗯不记得也没关系，去台湾棒球维基馆 Google 一下，去 Google 一下，当年的打进台湾大赛的黄山军的那个阵容，跟现在是靠不可左。同日而语啊！三洋投之外，老实讲，你告诉我可以用什么？对不起，我有些可能还是现役的，或者是我没有不敬的意思，我是说这个落差跟现在2022年是差很多的。换句话讲，他分数这么接近，他能够用这三个人颠完，他一定颠到的。除非那场输了，他放弃。
否则真的老球迷你们记性比较好，2010年的兄弟下，然后右转，扣掉三洋头里面带进台湾大赛的投手，哪一个出来投右转再差一分两分三分这种状况，甚至于差五分，你心里是觉得没问题，用它可以媲美三洋头，把名字写出来好不好，让团长领教一下你们的记性，真的很少啦，这几乎我看了一下，哎，真的都靠这三个人。让我们再计算一条新的路线。JHIN 你跟我讲，马格伦胖左转胖卡蒂富邦头，哦，对对对，现在有一个是富邦口口教练。哦，卡斯蒂是右投，哦，卡斯蒂拍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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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转。另外，屈荒 Jen。捐躯晃兄弟二连霸心愿达成，接下来是 G 夫人不要回归，不需要的啦，不要有新的团体啦，有没有？哦，关大元，对啊，有关大元啊，叶丁人啊，没错啊，关大元叶丁人啊，杜银杰啊，没错啊，不是郑总就讲过了，不是他只想用这三个，他其他人信心不够嘛，而且那时候牛是被看好的哦，牛是被看好的，这不是开玩笑的哦。对啦，所以这真的是这个一差一分两分三分五分真的是一个注定的桥。对啊，还有叶永杰啊，没错啊，还有叶永杰啊。所以你们讲的这些人根本只是把名字写出来，你们根本不觉得他们是可以跟这三个人媲美的吧。啊，好啦好啦，这个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哦。那这个部分团长再补充一下，但是你说那2010年的兄弟就超越2022年这一次兄弟的表现吗？不尽然哦，这一次四场先发都优质先发都胜了，我讲的是今年这四个先发投手两土啊，这个二土二洋都单场 MVP 哦，2010年这三洋投虽然厉害，但是有一场他不是单场 MVP， 他是三 MVP， 好吧，四场拿到三场，还有呢这一次2022年爪爪的投手台湾大赛加起来投六个四十球，真的非常出色，六个，那一年三洋投加起来还投了九个，再来我觉得如果都依靠洋投也是不简单啦，但是这一次能够像去年一样二土二洋的这样子的一个先发安排真的不错，赢的就让大家觉得说虽苦哦，不是说还有人的是啊，你都靠羊头啦，你都什么？还好哦 ，OK OK。尹家奎，你把所有投手都列出来了，对对对对。黄家明、叶永杰、叶丁仁、王建勋、严正彩，我老实讲，有些我真的都忘了。麦格伦、罗曼、李金木、郭建宇、卡斯蒂、曾永达、杜银杰。对啊，因为那时候爪遇到很多事情嘛，所以，但是真的啊，就是兄弟才能超越兄弟。哦，所以这个是一个蛮有意思的事情哦。4000多人，敬礼，谢谢大家啊，谢谢大家热情的参与。好，接下来还是有好玩的东西哦，给大家分享。这个今天大家有讲的，分享了很多啦，这个没有固定答案啦。那团长是靠我的有限的脑容量，我在想说，这一次台湾大赛几个比较让大家印象深刻，排名第一的一定是第四站的马力兄弟事件，这个不是准，这是事实，真的要看到。那么大的比赛，那么关键的时刻，居然发生这么关键性的一个，后来应该是给安打，哦，有记失误嘛？这种隐不管是有形或无形，真的是太伤了哦。这是应该是大，如果让大家票选印象最深刻，这应该第一。同时，陈俊秀例行赛没有开轰，第一站就开轰，第二站就受伤，所以光从这两个事件，你就发觉，老实讲，916以来。爪爪的运始终就是高耸入云霄啊！那乐天的运气，包括这次台湾大赛，真的不是很理想，真的不是很理想。安妮亚意思眼神，你说不是羊头是棒槌，用到爆呢？对啦，其实哦，真的赢球治百病，怎么用最后能赢？哦，你说这个路线，假设这个是年度总冠军，是大家共同的目标。你说你这样弯弯曲曲，弯弯曲曲，弯弯曲曲，就最后能抵达目标。就是成功啊，
哎、欸，你说，哎呀，干嘛这样弯弯曲曲啊？哎、欸，我为什么要学古癌的口气啊？我都是被他影响，对，因为他每次都学酸民的口气，我都不要，对不对？有时候，哎呀，干嘛不直线啊？哎呀，弯弯曲曲啊，浪费时间啊！直线最好就能到，直线不见得是到达目标最近的距离，好不好？下回书多用点脑，好不好？不要只会酸。好啦，第二点。守备大家原本也知道是爪一定是优于其他各队，但是不要忘记了，乐天今年的守备率全联盟也是并列第二，当然爪是第一，一枝独秀没错，但是你也想象不到除了运气之外，两队守备发生失误的比例居然会1:8。那有人问说，哎，团长，八次失误是不是台湾大赛，应该讲四场比赛八次有可能是蛮多的啦，但是有些他打七场，这个没有办法比啦，所以我就没有特别去查这个状况。Judy Lin 问我说，11月20号兄弟蜂王游行要来一起林嘎逼吗？应该去的几率是蛮高的哦。我最近也有一个特别的小小的这个，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一点好康的企划，希望那天能够一并完成。另外有人乌龙拿铁说，话说祝总有天命，当球员时兄弟第一打第一次满贯，当总教练时拿到第一座中信，对啊对啊，所以运势当然我觉得跟祝总的八字绝对有关系啦，绝对有关系。好，第三个我觉得蛮意外，大家也蛮意外，就是大部分都说暴力员打线，暴力员打确实啊，今年整季也打得下下叫，没有想到整个台湾大赛居然只剩下91连线。从棒次的角度，他九个棒次只有两个棒次打击率超过三成，中间全部，所以他怎么坦白讲啊？大家在怪说，像龙猫有一场把陈晨威排九棒，我是觉得那一场算比较不合理，但是整体来讲，很多人说啊，都不能讨论一下两边教练团的得失，当然可以啊，你放心啦、啊。直落是赢的球队他也会检讨，更何况是输的。但是到底是这个安排做的安排的不好，还是我这个安排选手没有办法执行好，有些时候它是两回事。像这一次坦白讲，整个暴力员打线就不暴力，那你整个排列组合，你怎么扑克牌怎么啊，这个掉来掉，效果就是出不来哦，效果就是出不来。叶小丽，你说非弹力球时代，明年找宝拉、泰勒加一个同等级的羊头3-8就稳。我要加到了还是舒服啊，你干喝。讲到羊头啦，对啦，这一次洋将的贡献度，老实讲，台湾大赛也相去甚远。你光看投球局数就好啦，乐天有三个嘞，虽然是等于是一先啊、两先发一后援或一先发两后援，但你好歹有三个羊头，爪是两头一补。但是投球局数居然是15:8，你光局数的贡，先不要讲内容，光局数的贡献度，这个差异性就非常的大。第五项就是今天哦，球迷李伟豪，不知道你有没有在线上、哦？你今天提供给我的一个灵感，他提供我灵感，我下去查了。他说：“团长，你有没有发觉这一次哦？他应该是讲爪爪好像很少在台湾大赛三上三下。哎，你们有没有这个感觉啊？好不好？你们事后诸葛一下也 OK 了。”沙小丽，11月20号可以抛团长吗？我们汤哦，我可能，您这个存心不良，可能没搞我脚，我吓死他半身不遂。哦，有发现吗？你们也有发现吗？对，一直有人上嘞，那多夸张！我因为今天李伟豪告诉我之后呢，反正以后你们在社群就尽量发问，我去查。我查着查着发觉，不要讲爪，乐天其实也不太三上三下。只是比例当然还是爪夸张的不得了，爪队这一次总共34局的进攻、哦、因为有两个半局不用打，大家知道意思、哦、九下不用打，36前后34，只有四次三上三下，换句话讲其他30局他垒上都有的，而且这四次我印象很深刻，还有一次是变相三上三下，就是上垒双杀，单纯三上三下杀盖，哎，这坦白这也不常见呢、欸，这也不常见呢、欸，这没一局，所以大家就是啊，那时候在那边哀、啊、聊天室在那边哎呀，怎么都留下残垒，没有，他太常上垒，这个是前仆后继，这不是坏事，就好像攻城，你知道吗？那个城墙再高，一波一波一直往上，
但这个也谢谢球迷哈、哦，提供这一个这个部分。哇，这个应该也是很罕见的，就是几乎真的每一局都攻占上垒，然后每一局好像都在得点圈等等，这个是一个蛮特殊的数据哈、哦，也谢谢球迷的一个这个提醒。好，那接下来团长要跟大家也谈到的就是到底阿福是不是被神化？好，阿福是不是被神化？今天我把就生下呗，就是阿福这个部分，真的让我花了很多的心血。Aaron 蔡最喜欢看团长球赛的解析，专业有趣，请团长林咖啡哦，谢谢。我今天真的待会需要喝杯咖啡提提神，不过那么晚了，好像应该还是喝那个18岁以下不能喝的卡西哉哈。A1990，乐天明年感觉会再找一个洋头先发，续留豪进关门，再找一个洋炮。我觉得明年大家找洋炮的意愿应该会下降，应该会下降，我猜啦。另外 T 除了守备，我觉得爪的打者选球能力给对方很大。当然啦、啊，你获得的保送跟对方获得的保送就是天差地远。我今天呢会专门花时间谈阿福这个事情，主要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一篇报道，那记者呢是说他采用的数据是说，这一次台湾大赛在阿福的引导之下，爪爪每一场比赛的平均单场的投手的用球数是台湾大赛史上好像第四低，就是一场比赛比如说啦，平常可能都要随便讲150球，哇，因为阿福的引导，所以呢这四场平均只用120几个球，乍看之下好像没错，我也不能讲记者这个角度是错，可是我就在想，那也要有比较啊，那怎么比才是比较公道呢？因为简单来讲，基本上你要用球数少，最基本的条件是什么？最基本的条件就是完全比赛啊，然后不要三振啊，就是我只投27个打席，然后最好你都打第一球，压制完全压制，用球数一定少。换言之，反观你如果投一场比赛，对方变打急战，冰冰冰冰，你一场比赛投50几个球，我请问你用球数怎么下降？该不会也是一个打席一个球吗？不可能、哦、所以基本上这个它有点从结果反推啊，因为这一次乐天的打线是被爪爪的这些投手压制，特别是这四个先发，再加上爪爪的投手保送投的少，所以使得每一场比赛的单场平均用球数很少。那这跟阿福到底有没有绝对的关系呢？那团长做了一个试算，好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原来如此，你说第四战第八局满垒无人出局，守下来太关键，东方神秘力量突然开播就双杀，团长怎么看？这个部分就不好说了。好了，我帮大家算了一个数据，是这样子，每打席平均用球，比如说啦，这个高宇杰蹲陈家驹蹲的时候，每个打席假设啦，我随便举例，他都用了5个球，但阿福只用3个球，这个才叫做节省哦。因为大家都说阿福都是很敢拼好球带，不会投一些怪怪的球，所以他的用球每一个打席理论上应该会比较节省，有没有？算一算就知道，去年全年的例行赛，对，有人就讲说不会掉球掉死自己，这个东西很难科学化的论断，只是它掉的方法怎么掉而已。首先第一个3.77是什么？是去年中信兄弟所有例行赛投手每一个打席的平均用球数3.77个球。3.77个球，反正所有的打席这个除上所有的用球数，今年有加入阿福咯，平均每个打席的用球数3.75，几乎是一样。但是这个很难比了，你说啊，去年的投手是什么，今年的投手是什么，对，没有错。那我们再跟台湾大赛这四场的每一个打席用几个球，3.6。那你说，团长有哦，你看哦，阿福蹲的这四场都他的哦，那些有些3.75可能跟他无关哦，他都是哦会3.65个球跟3.75个球差别在哪？
差别大概一场比赛会差几个球？团长直接告诉我答案，啥的？零点一，差零点一，一场比赛三十几个打击下来差几个球？啥的？顶多四个。所以如果从每打席的平均用球数来看，基本上阿福敦跟以前的本土捕手敦没有差距到这么大，没有差距到这么大啊。但所以这个当然是从不同角度来看这个事情，而且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同样用我们四舍五入算一个打击四个球，你配四个球，你用四个球，你的配法有所不同，效果就有所不同。你说，现在都流行直接对局，我们不要投边边角角，我们直接都抢好球。你如果硬要少用球，然后被假设了被打成安打，你是不是还要再多投一个打击？所以这个东西没有一定的，但是你想想看，台湾大赛都是爪爪的超级主战投手，但是每一个打击的平均用球数能下降的还相当有限，那代表什么？还有一个意义大家没有想过。乐天不是塑胶做的，遇到的对手也猛啊，这边大家都讲乐天很会缠斗，没有错，所以其实你要从数据直接要来论断说，阿福就会让投手的这个用球数减少，应该说他如果让投手发挥效果好，能够更有效的制造出局，投手一定比较轻松，而不是说他每一个打击可以让投手少丢半个球一个球，没有办法，这个就太夸张了，我家里还好，我家里还好。也谢谢刘玉悠你的抖内，谢谢。另外，三你说，因为阿福配球第一球的好球率很高，乐天会抓第一球的几率相对也高，只是乐天近况，对，其实你也讲到一种，没有一组投捕手不想抢每一个打击的第一个好球，都想。重点是这个球你要投在哪里，投什么球种，品质如何。另外当然打者的习性也很重要，就像今年我丑一的江宗成分析，江宗成今年厉害的时候就是那个第一球，好球率超高的，抢到好球后面打者就被他解决。问题是你当你后来，包括你的配球模式或者你的威力有点下滑， 你再这样投第一球就被打安打，这个效果就不灵了嘛，大雾，你有什么看法？肯定是阿福的战术护腕写了什么锦囊妙计？有啦，我相信那个战术护腕一定也有帮助了。是不是应该计算每局用几个球比较？意思是一样。好，那今天，团长又花时间做了一个统计，就是大家常讲阿福配球灵活，内外，尤其内角球很敢塞，那到底有没有这回事？那团长今天当然时间有限，我也没有办法去看所有的比赛，但是我抓了一个小小投机的方法，然后呢用吴哲元跟阿福搭配 VS 吴哲元跟本土捕手搭配，我相信这个比不会差太多。其实你看这个数据也会发觉，本土捕手不管是家具也好，宇杰也好，他跟我们就讲小哲元，跟吴哲元搭配，会不会一路外角到底？也不会啦，没那么夸张，但比例差不多就是团长上面算的。如果你全部看了，说团长你算错了，我有更精确的数字，麻烦提供给我，我给你按个，好，我这是爱心，按个赞，爱心给别人。阿福的内外角比例大概是内一外二，外角还是比较多，只是你会觉得感觉好像很平均，没有啦。你仔细好不好？你们都有订阅 Twitch， 都有订阅 CPBLTV， 都有回看机制，好不好？回头去看一下，但眼睛会花掉。团长今天是用 CPBLTV 它的两倍速在 check 哦，看了一下，眼睛都我告声下，要业配一下眼药水。好，本土捕手跟吴哲元的搭配，内外比是多少？1:2.6。还不到三啦，但是当然这个很明显，阿福确实跟大家的印象，这是结果，这没有疑问，就是
我相信不止吴哲源啊，很多投手他可能内角球配的比例一定是比较高，这一点来讲应该是没有错、哦、应该是没有错。好，曾君豪，你说可以请团长聊聊兄弟台湾大赛不太会打逆风球啊？如果被逆转，哦，那你讲的是历史嘞？今年落后也都，我拍的我们历史系啊，我没有办法帮你回顾以前的事情。今年完全没有这个问题啊！今年916以后 ，How to lose 啊，爪 How to lose 啊。其他人在帮他补充啊，补充这些陈年往事，我真的没办法。板桥阿波比，请团长喝一杯。阿波比现在去餐厅哦、喔，哎、欸，有餐厅都跟我讲，我真的都会去、欸，我真的都会去，我都会微服出访。叶小丽说，未来性而言，不如阿福签投捕教练约，让他把观念跟技术给中线。我相信都有在学啦，我相信都有在学啦，大家在场边。没有办法先发，你觉得高宇杰不会学吗？你觉得陈家驹不会参考？都会啦，都会啦。另外，记得团长说，投手投球要有耐心，应该有效解决打者比较重要，而不是速战速决。哎，对，这个抖内的留言提醒我补充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为什么我会一支持这个理论？我倒不是说像小李那样想要直接对决都不对，而是我一讲，应该大家也会点头如捣蒜。请问中职的队伍数多吗？投手多吗？一年只会碰一次吗？我们的环境，开始上路吧，所以我们要把 Major League 什么把它移植到台湾，有一些想法本身是逻辑上有问题。我们那么长对战，那么长对战，你还想说我三个球就要解决你，我两个球要解决，有这么容易吗？所以我一直觉得吕宝跟阿福的搭配，甚至于阿福有些时候比较有耐心 ，OK 的。当然你说啊，去吊一些莫名其妙很外角的球，效果对了，他也很少。但是我觉得有些危急的时候，保送不是坏事啊。急的对决被打安打，你觉得比较好吗？所以我觉得我一直会持要有耐心这个理论是，台湾的球队队伍数太少太少。投打之间太熟悉了，太熟悉了，所以你没有耐性，那你除非是什么？你的实力在这个阶段你完全高出一截，你必逆天下，你当然可以直接对决啊！哦，就类似啊，比如说小李刚回来的前面那几个，哇，那个速度，那个尾劲，大家都快到会惊，那你就不怕他知道嘛？但如果慢慢大家进步了，那你应该要想其他对战的一个方法，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团长，我在 YT 上有看到分析团宠的打击策略，是不是各队都用这样的大数据在勤中？没错啊，现在各队的那个软体其实好像都是同一家公司卖给他们，那个东西很棒棒，那个东西很棒棒，那个东西很强啊，那个东西很强。好，那当然我今天在花了一下午在看那个阿福的配球的影片啊，导航就在这儿。我同时也发觉，我个人觉得他有几项优点，我写在第三个。我觉得他接的稳定度真的不错，他很少接个离离大大，所以接球当然他毕竟是大联盟等级的选手，我觉得他的技巧性各方面确实很好。另外呢，他蹲捕的位置跟习惯也跟我们的本土捕手啊这两位都有点不一样。基本上你很少看到阿福很大幅度的移动，或者太早，比如说就移到内角或者是外角，他很少，他大概都最后才小小的一个移动，而且他的一些包括提防对方喵喵龙的那种小细节，真的有像我就最近常看到他有一招，他叫吴哲源，应该是头往下坠的那种变化球，他通常手套他是左手嘛，他会这样，我也不知道。他会在很靠近地面的地方这样，好像有一点引导，就是说没关系，你投到这里就可以，而不是我们一般引导会，我就好像比在一个 corner corner 的地方。但是他不同球种，他那个引导的模式不太一样。那是不是想干扰打者？就我就不知道，就是他会 yeah and pen。如果有人知道是什么意思，也可以告诉我。他会这样，吴哲源哦，往下坠的那种球。他手套会摆在比较本内板正的，但他会这样晃晃晃，都会不到。但是他不是每个球种都这样晃哦，所以他的手法比较
多样性比较怎么讲，就像东哥讲，有些时候诶猜不太透他下一个球要怎么配哦，所以我觉得这是真的蛮厉害。Jeff， 谢谢你，请我喝咖啡，都设置好了，我们出发了。要他丢地上，对，有可能，有可能就是说右转。我觉得大家这个推测应该是对，就是因为那种球通常就像直插球，有些时候要接近落地效果才好，但是他又怕投手不敢，他有一点点就是说，来你投这边都可以，这是第一个。另外就是说，我准备好了，前方我的手套很贴近地面，要不要拍着拍着？你放心投，我挡得住，接得住，我认为是这样。所以我觉得他有一些小的细节，确实是值得我相信的、啊。右转爪的捕手在学，爪的投捕教练在学，其他球队也都在看哦，也都在看。陈家村外国版的古田敦也，原来我也是从尾来看团，还好你不是从 TVIS 看。对了，阿福的动作真的很不好。那我再补充阿福一个点，我觉得大家比较没有讲到，阿福蹲捕啊，捕手是苦功夫，大家都知道，常常擦棒球会打到。阿福会忍，我们已到达了目的地。我这样讲大家就通了，他能忍，他也会忍。有些时候，打到那个大腿内侧，你回头去看哦，你想一想，应该你几乎不记得阿福有蹲捕的时候被擦棒球打到疗伤的记录。一方面当然他的技术应该也好，身强体壮没错，但是有些时候真的，我今天在看的时候，哇，这种他也不治疗，他不治疗，为什么？他不想破坏投手的节奏。等待孙的时候我在那边喷啊，当然我不是说本土选手去治疗就不对，这个没有什么对错，太严重还是要治啊，该退场还是要退场。但是我真的觉得他真的就是，我觉得这个有点像罗昂还是什么讲，就是他们从小的观念就是没事不要在那边哀哀叫啦，能走就走啦，能跑就跑啊。我觉得不只是运动方面，就从小外国人的观念对养成，他就觉得说不太严重，你不要在那边哭哭啼啼的，你就。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是真的勇啊，真的勇。这个部分我想我讲大家应该是不认同。好，这是在阿福的部分给大家做一个，但我觉得这跟技术有关。譬如说啦，团长有匹夫之勇，穿戴最高档的美金龙的最新护具什么啊，全部上，然后我蹲在那，我不会接球，一下就把我马上把我撂倒，这不是勇不勇问题，这应该还是有一些技术性的问题，技术性的问题。阿福忍辱负重，没有啦，没有到忍辱负重。好啦，那今天最后一张图卡，这个不用怕，好不好？团长，这一次季后赛一直跟你讲，不用舒服，不用怪招，不用怕，要有信心。爪爪二连霸的回顾跟展望，我们不得不讲一件事情：德保拉都是被安排打头阵，这个部分其他球队真是一个头两个大。躲也不是，跟你拼也拼不过。去年对喵喵他第一战，今年对阿龙第一战，今年第二轮台湾大赛对乐天第一战，都是德保拉。我没有记错的话，局数很好记，这三场关键的第一战，这三场他投七八九，一场七局，一场八局，一场九局，掉分都没有超过两分。所以坦白讲，保拉还是整个投手结构里面，还有在打这种短期比赛，为什么爪这两年这么有力？你等于是讲比较粗暴一点，就先一胜了啦。就先一胜。这个大家最近在看台湾大赛的，什么第一胜之后胜率就86%多，对不对？大家还会记，今年又提高了嘛？因为今年爪又赢了嘛，第一场多重了。那你说各队是躲也不是，跟你拼也拼不过。这个部分来讲，当然绝对是德保拉是非常大的一个功劳。T， 你有什么意见？投手不稳是阿福主动上脚，对对对，你有讲到重点。我觉得阿福蛮会用野手暂停，这个我觉得我们台湾的捕手一定要学，就跟挑战一样。我讲比较卡布苏尼亚，不用白不用嘛，你不要用到要强制换头就好了，这也不会。
那今年当然我觉得老佛爷的战力教的也都很棒，尤其在第一轮跟第二轮的季后赛。YITEL， 谢谢你的超级贴图，谢谢超级贴图。好，这是宝拉的部分，所以宝拉还是很重要，中流砥柱。另外，我觉得去年跟今年最后两把共通点就是祝总还有老佛爷，也让大家意外说，哇，对本土投手比想象的重，因为原本想他应该都要依赖洋投，哎，没有哦。去年吕宝凯文也各先发一场，今年吕宝转后援，凯文吴哲元各先发一场，哦，所以这个部分来讲，真的我觉得是，相信对于爪队的未来的发展，跟大家在对这个球队的一个，你如果说都是靠洋投，也不是说靠不住啦，洋投他总是来来去去，但是你有土投的，这样的一个优势，但是啊，话还是说的。选手要争气啊，你也可以摆四个都本土投手啊，但是你挡得住吗？你万一挡不住呢，这个也是一个问题啊。 Danny Chan， 所以某瓜把不把三冠王把，在第一站让客场成绩很差，在第五站买啊买啊啦，买个某瓜啦，人家都换队，人家都有肯定下半季战绩好哦。饭团，岔个话题，团长可以骑车去西门町美食康定路二号的正老牌鱿鱼哦，我知道这个从小就有去吃的啊，这主持人让我去加了，谢谢万华，我真的还算熟了。小心驾驶吧。另外老朋友，你又在催我要结束吗？快了啦，这个列三三三兄弟今年因祸，对，兄弟今年真的因祸得福。阿福万万岁，请问团长之后会预测年度 MVP 或其他奖项吗？啊，年度 MVP 不就林立吗？还要啊，不是啊，这样讲会很无情。另外，乌龙拿铁，宝拉真是狂，去年的第四战，宝拉，对对对，宝拉还压阵。另外，陈家顺，你说台钢跟中信二军的比赛，还有乐天二军输平镇高中联军，是平镇有料吗？还平镇本来就实力很不错啊，这个单一场的输赢。不用想太多，对吧？好，那本土投手，所以今年我觉得应该讲说是这两年的直落式也都没有闲，哦，这跟当年那个2010年爪爪靠三洋投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第三点，外野的三位组，今年的台湾大赛来讲，没有想到居然是 Power Three 林书一29，我都觉得他好年轻哦，29岁，他算最资深，年纪最资深的。陈文杰25，岳振华20，相信去年的外野手应该大家都还记得。去年台湾大赛爪爪的三个外野手，詹呢，陈大哥，另外一个就是岳振华跟陈文杰抢一个位置。今年当然詹呢是比较没有机会上场，啊，陈大哥也改打 DH， 他去年的 DH 是在周董，所以整个球队，与其说世代交替，不如讲，我觉得。老中青三代，大家就各自努力。其实这是职业运动最好的一个发展，而不是说为了换血而换血，那个通常都很别扭，真的那都不一定会有好的结局哦。还有，豹哥也来欢迎光临了哦。所以呢，团长最后下这个结论，大家也不用怕，我相信你心里也是这么想，因为今年开始是采取一个新的赛制，以前大部分时候就是不管几队就是两个人。上半季下半季顶多来个外卡，但外卡不一定，以后就是固定五强三，台钢打一军之后就是六强三，以爪爪这些年这样子的一个布局跟他们的用心，老实讲，这个时候虽然快要到大约在冬季，但是你要他们提前秋训难度也会很高哦，所以你看这么多年下来爪爪都能一路闯进季后赛，坦白讲并不是单一个人的问题，也不是说啊，就是谁怎么样怎么样，事实上他是上上下下全体真的共同的一个努力。好，那另外 Andrew 港币哦，这我现在抖内开抖内以来收到各种钱哦，有新加坡币、港币、美金、加币，上一次好像还有越南盾，有一天希望能够有新巴威币，应该会比较威风一点。好了，这是团长对于爪爪二连霸的回顾跟这个展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当然了，我觉得，讲到这时候，我们已到达了旅途的终点。不多谈，就是我觉得没有出赛的选手也都有功劳
哦，那其实很明显嘛，以这一次大家讲有五个投手在台湾大赛没有出赛，不管是关大元、江中诚、王毅凯、另外李吴，另外是谁？哦，黄恩赐。事实上，你如果回头去看，他们在今年球季，尤其是比较后半段的时候，也都在例行赛扮演一定的一个角色，我就不一一详说。只是有些比较稳定，有些呢共同点，他们没有用的共同点是什么？江中诚是最明显的，他比较可惜，他一路不错，但是他到最后几场有点往下掉，所以教练团对他的用当然比较没有把握。那黄恩赐也是今年整体比较不是那么稳定。至于金宝，我就很难形容，但是他今年其实也从八月五号到九月四号出赛五场。表现得还不错、哦、所以我觉得确确实实是大家都有教练。哎呦，哇，方教练也给我抖内，谢谢谢谢。哎呦哎呦，哇，这方教练也是我这个 LINE 社群的贵宾，好不好？大家也给方教练的影片，还有之后他们如果要前往美国，大家给他们继续多多努力。哇，谢谢谢谢。那像我待会不去吃个好料还行吧。Teddy 说：“身为爪迷，还原今天第七战，哇，你这样在臭哦！乐天要上演四连胜，士气大逆转，我很准，很准，很准。好啦，甚至我觉得、啊，不要讲说是没有出赛的，没有进入到28人的台湾大赛的名单，我觉得也有所贡献。大家也要想一想，就以爪队为例啦，全年120场的例行赛，16935。”将近17000球，不可能只靠这七个投手就能完成。4523次的守备机会，也不可能靠团宠阿坤一手遮天。1125支安打，陈大哥再会打，也要 call 一下众兄弟，大家一起打。更何况从下半季的负七，到最后3.5场的逆袭，想一想，真的啦。从上到下缺一步，从上到下缺一步。最后齁，团长引用，因为今年他在二军待了3个月的多米尼加的外国选手，他的本名叫做 Francisco Antonio Pena， 又叫做李掌国，或叫阿福或腿哥的啊，这个人的话当作我们今天直播还有给大家牡蛎牡蛎的一个结语，他是这么说的：不管哦，不不，他不是这个口气啦，我就直接讲正常的哈、哦。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境，永远都要抬头挺胸，保持正面的心态，并且想到很多人过得比自己更辛苦，保持好的心态，机会自然会找上门。相信中兴兄弟也会跟阿福好好谈。我们也期待明年能够看到阿福继续穿着这个黄色的战袍，准备好了，驰骋在中华职棒的战场上面。不过坦白讲，我觉得他的很多言行举止都真的充满了正能量，跟团长这种暗黑团长真的是不能同日而语。好了，最后再来看看大家抖内的留言是什么。吴宗明团长，今年阿福有当软银。甲匪拓哦，对对对，就是以守备为主的捕手没错。乌龙拿铁兄弟，去年今年都有一位光头的，让我们再计算一条光头当吉祥物。李农，我爪 PTSD 要发作，担心明年不会三连吧？不会的啦，这个慢慢就没这个会担心的，一定是他的对手。陈文君说：“谢谢你的超级贴图。”另外 SW 说：“最爱阿坤。”好，对啦。团长的 LINE 社群还有一点小小的名额，密码还是2022-1022、李佳远，谢谢你最后的抖内。一样，这个密码是没有换，你有兴趣可以进去逛一逛，那不喜欢就自己退出就对了。好了，这个部分我们也用阿福的这个非常正面光明的留言跟大家做最后的一个分享。Hello， 这两年团队的胜利，全队上上下下都很多，真的啦，也再次跟教练团还有球团幕后的。包括小白在内，这些 IPS 都说声辛苦了。那爪迷朋友，当然，
好好享受一下二连霸的快乐，然后迎接下一个球季的到来。我是团长蔡明麟，那下周会尽量陪伴大家啦，不要让大家太无聊，开开直播跟大家随便聊聊，也请大家到时候持续的锁定。我是团长蔡明麟，我们下一次的直播再会，祝大家健康开心平安，拜拜，晚安。没事，我会再计算一条新的路线。重新计算中。靠右，然后使用右边的出口。出发吧。重新计算中。靠左。我们终于来到了。大家好，欢迎收看本周雅虎好棒棒，我是主持人牛爱王文轩。大家有看到我这一身装扮吗？这就是
本季最流行的好不好？台钢皇帝的造型啊，我就是要准备加入台钢雄鹰这支球队。今天我们就是要来讨论说，中华职棒的扩编选秀会，台钢雄鹰到底要来选谁呢？那当然，身为一个皇帝，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名丞相来辅佐啊。在我旁边的是诸葛孔明，明理哥，是。这个皇帝你好，台钢皇帝哦，原来我是台钢丞相，对，我以为说是那个男人诸葛蔡中，哎呦，原来是这个制作单位，也可以这样子算是背后下指导棋，量子得要好好调。对，所以我想我讲的应该会是最准啊，因为我可能就是幕后操盘的那个男人啊，所以你要先把我挑进去，我成为台钢皇帝。是。好，那我们在帮台钢挑选他们的扩编选秀球员之前，我们先来解释一下，就是中华职棒在11月28日，五支球团要把他们的保护名单，也就是30人保护名单，交给台钢。那台钢其实有几天的时间可以考虑，他在12月5号的时候下午2点要把这个名单交给联盟，就是告诉联盟说他们挑了谁，联盟会在当天的下午5点来公布。那每个球员的转队费是300万元，这是第一次的扩编选秀。那第二次的扩编选秀呢，保护名单则是18人，是在明年的球季末，转队权利金是750万元。那因为台钢其实在选秀会上其实跟2019年的卫权比起来，选的是比较少一点。2019年的卫权是选了32个人，台钢是挑了29个人。那当然他们是有在找一些可能算是培训球员进来。明义哥怎么看台钢的阵容，或者说他们在扩编选秀会上的策略？目前他们已经对外讲过好几次，就是要以年轻选手。那这个其实不意外，因为第一年只能打2军哦。那我想，他这个方向蛮明确。虽然有球迷会觉得这会不会是烟雾弹，然后要这个误导这个其他各队的保护名单，但我觉得想太多了。他应该看起来就是希望真的能选年轻选手。那这跟当年魏权龙队选曾陶龙、罗华伟、廖文扬跟江中原，其实策略就有一点不太一样。几乎魏权是没有在考虑年纪的问题，就实用性的问题为主。所以我想这一次应该算是一个比较大的特色。嗯哼，那量子说的蛮对的，因为其实魏权他在选秀会完之后，他除了可能他在扩编选秀，他在战力外部分，他其实也已经那个时候先找了5个球员，就林望义、欧耀宗、吴瑞胜跟吴宗炬，还有林望卫，就是他们是真的先以有经验的球员为主，但台钢看起来不是这样的操作模式啊。那如果要以年轻球员为主的话，我们来检视一下可能剩余5队他们在保护名单上面的策略。你觉得可能我们从战绩上面来看，富邦的部分来说，因为今年他们在选秀会上也挑了蛮多的球员进来，阵容上面势必会有一些可能大清洗啊。那量子怎么来挑富邦的球员呢？是我摸一下胡须，没有胡须，没关系。但是呢，看我夜观星象发掘呢，我要从几个方向来选接下来的这些人选。第一个就是不能超过30岁，对，大概就是1992年，民国81年以后出生的为主哦，因为这样比较符合这个年轻台钢帝国的需求。另外呢，这个我的目标锁定在，因为这2年的选秀会的人是也自动保护嘛，所以我就把焦点锁定在2020跟2019这个5队选的人。第三个是，我要选今年他1军有出赛的。当然2军他一定有，那1军要有出赛的啊。然后最后一个是，我认为怎么选应该投手，我觉得啦，选投手的几率会高，所以我大致从这几个方向下去选。那如果从这样的一个逻辑来看，富邦虽然高达86个选手哦，但是你如果扣掉这2年选秀，再扣掉大概1/10会释出的，其实他也只剩各队都差不多了，我后面就不重复，大概都只剩25、6个。那25、6个又要符合年纪呢，这可能又砍到剩下又更少，甚少。所以我富邦的部分是尤廷威，1997年出生，2017年自培出生。那今年，他基本上就符合我刚才讲的这些。任何一个必要条件都有，对。那因为台钢其实他们在投手部分算是13+1啦，那也都没有什么职棒经验。二军例行赛感觉跟可能他们大学生为主的阵容比起来就会比较多，的确投手看起来是蛮需要补强的部分。那我挑的话呢，英明的皇帝你要选谁呢？我会选更会吃二军局数的，
范玉。哦，范玉。对，那因为范玉当然他跟游廷威有一点类似，都是在二军可能担任比较长局数的投手。哦、对，我觉得蛮符合这个我的台钢帝国的需求啊。好，那我们还是以皇帝的我们先并列并成、哦、对，那不过如果要年轻的话，其实我手上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更符合台钢需求的，就是外野手林毅豪，因为他其实去年在二军的部分是打得蛮好的，今年就整个几乎没有什么上场的机会啦。那台钢呢，我们阵容看一看，其实外野手部分能守中外野的人数也比较少一点。那林毅豪在二军是有守过中外野，所以我觉得林毅豪也许也会是一个可以参考的人选呐、啊。不知道量子觉得这样分析的如何？皇上英明啊！好的，那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统一。统一，正觉得啊，统一因为过去可能在深度上面是比较浅一点，的确是不怎么好挑啊。量子你怎么看统一的阵容啊？是是是，这个皇上又挖坑给我跳了哈，那我就还是冒死先斗胆推荐一人，李奇峰。其实我是李奇峰跟姚杰宏两个，我觉得都符合，就是两个人大概都是1997年、1998年出生，然后都是2020年选秀会第四轮、第五轮。那李奇峰今年一军有出赛3场，因为你出赛很多的，我觉得几率那应该就会先直接保护就保护了嘛。那二军他出赛26场，所以大概也是顺着我刚才讲到的这几个逻辑，但是我们还是要听英明的皇上的这个您的高见。虽然呢，朕曾经先表示要以年轻球员为主，但是看到名单中有填的还是要减啊。哦，对，我觉得像郑凯文，其实在统一的阵容当中，可能重要性没有那么的高了。但你说年纪上面，也许他没有年轻，但是他也没有很偏大。那他而且好像这几年没有什么太伤病史。对，那统一外野三鬼之外，可能假设健康，他也会比较没有出赛的空间啊。那过去也是单季超过20轰的炮手、啊，所以郑觉得郑凯文如果在名单之外的话，或许是个不错的人选，也反省量子考虑考虑、啊。是，皇上英明，要不还是郑凯文吧？没有了，我们再往下一队前进。好，那今年打入季后赛的卫权，其实他们的整个阵容都偏年轻、哦，看起来就蛮符合我们台钢所想的，就是都是年轻化的选择。我的整个脉络都还是一样的，我原本列了两个人，一个是吕永贞，一个是吴俊。那都是投手，那我最后想说好了，反正就选一下吕永贞，好，1998年出生，2020年选秀会第6轮，一样今年一军2场出赛，就少少的，多的一定几率更低。那二军他有10场出赛，那算先发型的投手。那我之所以觉得龙队他们挑投手的是因为我觉得小叶投手有料，而且这种速球派的他蛮会找的，然后看起来也都可以养得起来，所以我觉得对台钢来讲应该是不错的诱因。正觉得吕永贞的确是个不错的人选啊，那如果放在30人名单外，其实是真的要挑。是，谢谢。吕永贞过去在台体大的时候，其实是一个蛮好的先发投手啦。那吴俊杰其实今年季末在一军的时候也获得叶总的一个蛮大的肯定，所以我觉得也许这两人都不会在名单之外。我们台钢的阵容上面的缺陷上面，感觉长打炮火是比较缺乏一点点的，所以也许在黄柏豪的部分来说，可能会在名单之外，那也会是一个蛮好的选择。加上其实卫权的二军阵容里面，李展毅其实就把一垒的部分卡得蛮多出赛机会，所以也许黄柏豪在卫权的规划当中就不是那么的重要。那讨论完卫权这个中信兄弟，这个就一定是我们要好好选的部分了，因为。大家都说中信兄弟的农场是相当的肥沃啊，板凳深度长又深啊，就跟我们西蜀一样啊，但是有一个非常肥沃的农田，一定势必要好好的把握那个量子。我们已经退居到西蜀了，就这样子。我们看中信兄弟他们的保护名单，或者是说可能在保护名单之外的球员，我原本想全部都选投手，但我后来想一想。这个中信兄弟野手其实深度也蛮够的，真的。那而且今年阴错阳差的让很多年轻选手在一军冒出头，所以他要保护的人比原本的可能要更宽，否则的话
这个真的就会留不住一些极战力又年轻的选手，所以我东挑西选，选了1999年出生，2020年选秀会第四轮的林志刚啊，他前面是马刚啊，双刚我选一刚，但我觉得那林志刚一方面他守二垒比较中线啊，这个应该真的没有在保护名单里，对于台钢来讲会是一个不错的诱因了。这陈斗胆推荐林志刚啊，出任封疆大吏，不晓皇上觉得如何？量子推荐志刚真的是非常的好啊，志刚是你等下又要破人设外啊，那速度也非常的快，对对对，还可以当捕手，超强的。那在二军其实平均的打击率也都蛮高的，所以的确是一个蛮好的工具人人选啊。但是因为中信兄弟要保护的太多，真的太多，所以我觉得可能选择的人上面来说，像我们台钢目前只有三个捕手啊，是不是要来挑一个捕手备用啊？那其实中信兄弟这边捕手的年轻选择蛮多的，所以势必保护名单上面可能会有漏网之鱼。U23的捕手张胜豪也许就会是一个漏网之鱼啊。对，加上又有国手经验的历练，想必未来必成大器啊！也有道理哦，因为其实皇上说的是，你能够代表国家出征，应该还是用好像筛选过的，有一定的肯定啊。再来最后就是乐天桃园，乐天桃园其实他们今年虽然在台湾大赛中失利了，那4连败，不过年度第一啊的战绩还是非常的不错的成绩。但他们农场部分看起来好像没有那么的好啊，或者说能挑的人其实也比较少。量子怎么看乐天桃园的人选？对他，球员的人数的规模是各队最少，但是我觉得他的选手常常冒出来都会让大家吓一跳。对，而且选秀这方面的一些策略跟成功率，各队几乎都是复制乐天的一个模式。那所以我觉得其实从他的名单里去捞一些野手啊投手，搞不好都会有不错的收获。我们先舒服一下乐天，然后因为最近他们应该比较不舒服。哦，没有，舒服没关系。那我还是按照这个逻辑，我选了2000年出生的庄心燕，那他是2019年第六轮选，今年在一军有5场出赛啊，那二军15场，主要是以先发为主。但是这个我知道，待会皇上你又要驳回我的推荐，因为感觉起来好像也蛮香，正在养。可是我觉得台钢如果能够拦截几个对方正在养但快要出头还没出头的，应该就蛮赚的。因为庄心燕他们是真的是乐天蛮重视的一个投手，而且在二军都固定是吃先发轮子。U23其实也有很好表现，搞不好本来不在名单内的，看到 U23把它放进名单里面，这个也很有可能，这个有可能。对，所以我在乐天的部分的话，我自己想啊，正是想说也是以投手为主啊，但因为可能能选的人数有限，又要年轻的，所以我这边是列了两个人啊，一个是陈克义，也是比较年轻的投手，他在二军大部分也都是投2局3局这样子，算是中长局数的投手。再一个就是过去曾经在一军投得不错的苏俊宇，只是说近年可能比较沉寂一点了。那台钢整个投手部分来说，目前是13+1加一个培训啊，所以为了要面对二军漫长的赛季，我觉得投手部分或许是可以在乐天这边好好来选择的。那当然，量子推荐的庄心燕是如果有的话必选，好不好？必选。没错，是一个不错的人选就对了。对，不错的人选，直球跟变化球都蛮犀利的、啊、如果能够捡到的话，想必是我们台钢之福啊。好啊，以上就是我们来分析了谁能够代替我穿上这件台钢皇帝的龙袍的。但从预测的角度，大家都知道这个国家其实是丞相说了算啊，皇帝只是摆设的事。我只是被扶持的一个皇帝，傀儡皇帝而已啊。那不知道各位心中有没有就是所谓的台钢皇帝、台钢丞相的人选？还有每一队的人选，大家也不妨可以猜看看了、啊。对啊，因为30人名单是没有公布的嘛，所以的确是不是那么好猜啊。那你们有什么想法，其实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们说，我们来讨论讨论啊。以上就是这一集的雅虎好棒棒啦，我们下礼拜见。哎，退潮，退潮。
可以猜看看了、啊。对、啊哦、因为三十人名单是没有公布的嘛。嗯，打下了台湾单打和双打选手，迅速的到达第二分组。掌声鼓励一下郑子安。三振。十三一出局，就是兄弟分在第三垒。I was watching your interview with Shannon Sharp, and you said you once wanted to bring that Bill Russell presence to the young Celtics. And obviously, at this stage of your career, that's like a veteran presence in the NBA. But in Taiwan, you can totally bring on full, like, prime Bill Russell effect on the court. And in a world that emphasizes on shooting and offense, how exciting is it to be able to showcase your skill and dominate with your own expertise? Oh, well, it's going to be amazing, you know. For playing in the NBA for so long, then having this break of not playing, I just feel rejuvenated, you know. So I know it's probably going to be an adjustment period for me traveling and then playing. But once I get settled, once I get accustomed to playing again and stuff like that, oh man, we're gonna have so much fun, and I can't wait. Well, it's been well documented that, I don't think there's any other way to say it, but how you've been disrespected by NBA teams this past year. And what's even crazier is how much bad rap that's been thrown at you over the past decade. But the thing is, you are the one of the nicest guys I've ever met, and because of people like Kobe and Shaq throwing shades at you, people who don't know the inside story, like today's day and age, they just judge you by what they see online. What other people say, yeah. Yeah, that basically makes you a cyberbully victim. Well, I wouldn't say I'm a victim. You know, I know a lot of people, you know, they've always had opinions on my life and what they think that, you know, I've done and stuff like that based off other people's opinions. But it's okay, that's why we're here in Taiwan. We got a whole new fan base, new teammates, and whatever happened in the past, we're going to erase that. We got a new book, a new story, a new chapter that we're going to write here in Taiwan. W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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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w!要泼水，要泼水。
你有设定好目标了吗？你们现在要干嘛？我们在做坏事。
快点上帝上刀！快点上帝上刀！你先。要设定好目标了吗？你们现在要干嘛？要做坏事。要我们讲啥？快点上帝上刀！你先。快点上帝。频道秀秀了，应该就会被拔。有机会，有机会！今年的第一次虽然不是算在例行赛，但是在季后赛开轰了。来来来，全部过来道歉，所有人快点出来，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吗？我带领大家一起来哈，来跟我一声哈，陈俊秀，对不起，陈俊秀，对不起。前面有效零轰，有效93万的，全部出来，再一次，再一次。陈俊秀，对不起。岳正就是长得像我爸，他从高中的时候我们就。关注他，因为他是东华的弟弟，对，然后当时我都会回古堡，然后也会遇到岳正，对，然后因为他也有遇到我弟，当时他们是学长学弟，所以我的那个实习刚好都有回去。我觉得很多啊，他不管什么方面，我只要有点问题，他就会来讲，就算是练习啊，比如说比赛那些。练习我可能他刚好有看到，但是我自己也不知道，他就跟我讲这颗要怎么跑，这颗怎么跑会比较好，他一看到就会马上跟我提，跟我讲这样。击球击出去，打在了右半边方向，那个飞球越来越准，再往后追，往后追，往后追，这个球出去了，全垒打。中华本赛季的第二轰，对啊，很值啊，因为都在我面前啊，因为我们两个一起回来的、啊，我没吃醋啊，为什么要吃醋？大家都是好兄弟，不知道是老吃醋的。记这么清楚，确定不是吃醋吗？那下次我暴动，我都暴，我不许我，大概暴不动我，可以啦，因为有点吃力，我怕受伤，所以我挑那个比较瘦的暴。中华吃什么醋啦、啊？对吧、啊？不然你去抱我弟嘛，他跟我弟很好、啊，就跟在场上看到的一样，他就是很闷骚。对，譬如说他如果追剧不讲话，我就会跑到旁边大叫：“你怎么不讲话？”他就哦，这样啊，然后说跟我聊天，这样打扰他追剧。然后我追剧的时候，我就说你不要吵我，这样是很坏。他可能觉得哦，不要吵我最好，他要追剧，或者是他比完赛，他一回去，他马上就可以睡着。他可能太累了，然后我就洗好澡睡了，我就说：别追我，不要睡觉，陪我吃宵夜。他就会跳起来这样，哦，我就上次那边很尴尬。我是怕他睡太久，其实睡太久也不好。那有时候打比较早，他一回去。就马上睡，那时候才11点。他如果这样11点要睡到隔天1点，这样睡太久了不行。有时候这样不好，睡觉时间最好是在7-8个小时。我被实习抱过，谁可以抱得住？子豪，谁抱得住子豪？对，谁会去抱？大上吧。进行一开始的调整，比如说选手的使用柔制丸之方去做调整，
因为以前都不会注意到那么多，以前就是一个手套接球这样而已。他现在可能有一些细节不对啊，然后可能那个感觉就不一样。比较怕的就是可能他对手套没有太多的概念，这个东西要磨合。很多选手对自己的手套没有我了解的多，他们从小的观念就是我们拿手套我们就用，他不太了解自己的喜好，喜好是要慢慢培养，甚至说因为我们摸得多，所以我会跟选手在沟通说你可能需要找哪一个面向的手套，可能上手的时间会比较快。我看了我进出才发现，哎，原来你会整理手套，然后就开始可能就一两个选手把手套，哎，说，哎，小哥帮我保养一下，调整一下，久而久之看到我就变成一种习惯，然后就是越来越多的选手会放心去让我做这些动作，一开始三四个四五个，到后面可能二三，不过因为现在规定是这样啦，那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许俊阳好了。你是因为对他的姿势Boy. Last of them? I think so. There's more. They got the tools. They grabbed Mr. Wayne. All right, you stay here. Guard the wagons. Charles, come on. Common ground.后的研发实力如何？要如何吃下？谈一谈不知道谈什么，哎、欸，我好久没谈 list game 哦，很久没谈 final phase 哦，希望大家有没有还要听什么呢？有些谈过花。老马再三翻过嚟，拍摄个故事。还想听什么？谈一谈不知道谈什么。哎、欸，我好久没谈 list game 哦，很久没谈 final phase 哦，希望大家。有没有还要听什么呢？有些谈过，花子塔谈过，青塔谈过，啊，对，才想谈歌。Thank you.
始吧。一条新的路线，重新计算中。好的，让我们再计算一条新的路线。
作。好像有点喘。My dream, thank you for coming. I want to play your song, but I add my impromptu because I saw you coming. OK, 好，我弹了好多歌，它有点喘，让我缓和一下，看一下现在会怎么样。最佳视频不见了。好，然后大家还有没有想要听的歌 ？My dream，Thank you 。好，对焦，哎，我对焦是不见了。好，这有点喘，来喝口水。靠右。阿丽，谢谢阿丽的抖内，谢谢。使用右边的出口。感谢支持。钢弹的歌哦，着急记得，我可能要看一下，档案看看会不会弹一弹就不见了。靠左。哎，对了，我刚刚没有弹到副歌哎，我好像弹了前面，然后。没有接下去。哎，我看看哦，看一下。
快，靠左，靠右，然后使用右边的出口。使用右边的出口。
准备好了，我们出发了。路线计算中。好的，让我们再计算一条新的路线。靠右，然后使用右边的出口。使用右边的出口。右转。弹仓鼠，哎，所以他怎么拿下？因为他对焦一直掉，我在想他是不是一直 focus 在重新计算中，对焦一直跑掉。是被皮皮抢哦，不是被那个啊，是皮皮哦，现在是皮皮，烦恼就是大了。八 I O M， 哎，怎么念？好吧，糟糕 ，S Scozini, thank you for your gifting. Thank you for your gifting, member. Thank you for your support. Thank you very much. I can highlight the gifting. But thank you so much. 感谢大家，我来上回讲讲话。哎，怀旧歌我还有什么啊？突然忘记那个中华一番的那个旋律是什么。感谢 Vic 的小提琴，刚看到有看到，谢谢 Vic 红色的，谢谢嘉伟，谢谢这抖内专心支持专心创作的后勤资源家人们，感谢支持。我是不是前面一直漏掉啊？我是不是看到好多红色？我刚才发现我切蛋糕的时候，原来有这么多红色。谢谢，非常感谢大家。好，还有感谢郑玲。哦，我发现那个送了很多会员 ，ISO， 文件 ，Scozini， Gift Blado Member，Thank you，Thank you so much。感谢大包，谢谢大包，生日快乐，谢谢，感谢
大宝的斗内支持，感谢大宝祝福，感谢子文加入会员，谢谢，非常感谢。我们怀念的歌，怀旧的歌，靠右，那我这个然后使用右边的出口。Thank you， 好多会员哦，非常感谢。哎，太感动了，谢谢。我来看，那个中华一番的歌，使用右边的出口。我来怀旧，继续怀旧一下。重新计算中。